把它来点都可以啊。对呀、啊，到底是脖子哑还是什么？而且它只有一只脚站着哦。对，它平衡感超好的，真的。那它就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的抓痒。它这么痒哎、欸，痒到这种地步哎、欸，真的。它是不是要洗澡啊？帮它洗一下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痒到不行、啊。还有一只啊，再拍近一点、啊。我在录影。妈妈，你那爪爬子给它扣一扣吧，小你那爪爬子。对呀、啊，没带来了。他在整理他的毛，对啊，他会不会有点？他的平衡感超棒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从刚才站到现在，没有放下另外一只脚。他已经养到无所谓。他已经养到不行了。他的脖子有点恶心，真的，他耳甚至可以随心所欲的弯成各种姿势。对啊，好可怕哦！他的下巴这个地方是很痒啊，他到底是？有虫虫吗？它等一下会不会追着我们咬啊？有可能。你们看够了没？我要收费。对啊，它那个鸡爪很好吃吧？好大一只啊！它蹼好大。哎呦，还可以这样子转的。换脚。对啊，它是在整理毛吗？还是在抓痒？它全身都在痒，脖子也痒，脸也痒，身体也痒。一直磨来磨去的，我的天啊！好可怕啊，那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养成这样，哇，底下急汪急汪急汪。好多鱼啊，好多大鱼哦。它应该是有。哦，它是跟一个鲤鱼王。鲤鱼王好大。嗨。真的是。我的天啊！好恐怖的脖子哦！哪有这么久？它有没有生蛋了？这是？不知道。哎，不会游的。对啊。对啊。一直抓，一直抓，对。他是痒还是他在吃他的屁股？从这里开进来，我们从这里。好，可以吃吃哦，他说。对啊 ，delicious。他还没理好他的毛。OK。走。啊，大概在那边站半个钟头。这么久？啊、我这样随便录一录都已经三分钟了。在这边了，对呀、啊。看他那个脚好大、啊。真的。你在这里几岁吼？哇。你几岁？黑天鹅，你几岁？他的脚好大一个。好吧，反正他就是脖子很厉害，一直在抓痒的那天，而且他的平衡感超好，他都没有换脚。对，他真的超厉害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录到这里好了。一直抓、欸，他真的很痒，好想帮他抓一下啊。我有耙子哎、欸，借他一下。他还在这。对啊。对啊。他说没有移位哦。那他在水里面比较自由一点吧。那他在水里面洗个干净啊。也不怕。哎呀，里面的羽毛很大一片。对啊，他好大一只哦。他这种痒到这种地步，你看毛都不洗，把它弄。可是我看他的，那个黑色羽毛还蛮亮的耶。对。到底怎么？我已经录了四分钟，他很大一只，你看他尾巴那个屁股的地方好尖啊。今天中午加菜。那也太大了吧。